恭喜恭喜，小浣熊干脆面获奖！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哇，鲁智深，你不至于吧？你这样干嘛？特别的敬业啊！感觉要打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辽阳的吉卡达人熊超，作为零食界的吉卡达人，今天我很高兴、很荣幸的为小浣熊干脆面来领取这个老铁扎心了零食大奖。哦，嗯，零食集卡达人，就是把所有的，比如说三国呀、西游记呀，这个水浒啊，还有圣斗士啊，全部都集齐了。封神榜，封神榜啊！那您吃了多少才集？对，你得吃了多少啊？这身子被全是吃出来，熊吃出来的啊。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是吃那个零食里头的水浒啊。是零食里的水浒，没事，是水浒里的零食，水浒。对我来说，受伤卡片比我吃零食的本身更重要。哎呦，不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哎，给他点小浣熊，让他一边吃着一边说，可能就好多了。那您收齐了所有的吗？水浒啊，三国什么的都收齐了吗？是的，都收集了。有多少套？200多套。200多套，来介绍一下吧。这套就是小当家的四分三国。它的全套是68、68张，八十六，吃了多少包？这个没统计过，这得吃好几百包，好几百包，记不清了。钱都拿哪来的呢？这么多？都是小的时候其实都是妈妈放在玻璃瓶底下吧？不是很富裕，都是家里一分钱攒出来的。这有什么秘诀吗？凭你多年的集卡经验，能看出哪一大理是什么吗？只要你一直摇，一直摇，它就变成透明的了，然后你就看不出来。这纯靠运气，真的纯靠运气，纯靠蒙是吗？纯靠的，纯靠蒙出来。这套是。 七多唯一的一款《西游记》题材的《西多西游记》，哦，这多少张？这是50张一套，50张啊，50张，50张，是一副，是，这个，哟，这位大哥都要打人了，哎呀，水浒，把兄弟们终于集齐了。那这个呢？这套是108张的小浣熊水浒卡，最多的一张，对，这大概要吃多长时间？ 千八百包是肯定会有，千八百包，你是吃了几年吃出来的这一套的？这套卡我收藏了接近10年的时间才吃。吃了10年吃出齐的，小的时候可能是穷，都是跟着同学的后面屁股要卡。高中的时候，在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把这套卡。帮助之下。后期高中有钱了，买他个几十箱，同学就今天晚上不晚自习。 大家都是打开包装吃，吃了以后把卡拍着。我来说，这吃出来了，你吃出来了啊！这是考试呢，后面再接着吃。后来开场吧，就员工每个人就吃。这边是啥？这个是封神榜啊。这个就是小当家的封神。哦，它的全套是120张，是我中学的时候的一套比较风靡的一套卡，因为它的卡设计的比较新颖。 喇叭裤和大风衣，啊，紧身的牛仔裤都设计的挺好。